喺美利逗留咗六日啊，今日就咩啦？誒離開啦，曬咗啦啦，向第三個國家進發啦，就係、是、新加坡。突然間人就會搭個 Grab 去機場，跟住就搭晏晝，開咗啦，開咗啦，跟住就搭因為咁傍晚六點幾嗰班飛機就飛去新加坡啊。啊！突然間喺機場就噏俾大家啦，個 Grab 差唔多嚟咯，好似啊。而家就上 Grab 啦，呢度呢度機場。月尾啦，月尾。過年啦，呢度擺啊，擺個禮拜咁啊。有琴日嚟過啦。已經佈置到好新年啦。呢度八十店頭多數係同人開噶。嗱，嚟到機場啦，頭先就搭呢個 Grab 嚟啦，嗰啲Burgundy色啊，叫 Walloon 啊，我哋叫 Burgundy。啊，而家十二點多啲啫，嘅嗱，夠，因為酒店 check out 係咩嘛，十二點冇計啦嚇。啊，嚟到十二點即係話有成六個鐘頭喺機場啊，要喺。不過佢就好似話四點到可以。四點已經可以。check in 可以，係帶你 check in 啊，所以喺度咩咧坐下啦嚇，因為機場好細嘅，幫都行下啦嚇。嗱，一樓係 arrival 應該就係嚇 ，departure 喺二樓，不過都喺 arrival 下行啦嚇。呢個實見嘅啦，係度度都見嚟噶。都係啲零食店啦嚇，間 Starbucks 都幾舒服，不過環境一般啦嚇。有次睇過咧，呢度總之我喺度搭車走咁樣啊。有次我哋喺 coupon taxi 啫，所以我哋叫咗 Grab 咪平啲啦嚇。呢度有啲 coupon taxi， 佢分開咗啲 zoom one、zoom two 嘅嚇。zoom one 就$21啦嚇，我諗係最近個區都$21嚇。啲咖啡啦嚇。你假如唔搭車就搭咩啦？依啲係啊，跳個 taxi 啊，$10可以啊，唔係喺第二度，依度係大搭 Grab 嘅$10啫嘛，第一半。唔另外嗰個呢個arrival 啊嘛，arrival 依度啊，就即係出嚟噶嘛，啲花場喺二樓嘛。行個 round 先。係啊，都細嗰次行個 round 嘅，我知道，佢行咗 round 嘅已經係。我以前喺度出去噶嘛，話的士咁貴，唔制啊，叫 Grab 啊。How we fighting fires globally？ 啲環保團體嚟嘅咧。嗱 ，departure 就二樓就上邊嘅。睇下啲咩啦，便利店 convenience shop， 都買啲零食。喂，睇下呢啲，今次個靚妹咧揸住盒嘢咧，阿 Kathy 整蠱佢話想俾可俾佢得唔得？哇，攬住死都唔肯放咁啊，嚇到佢咧，即係擰住面啊攬住，哇，真係好食喎，正常係啲嘢。都買零食多啊！翻去餐廳依邊冇嘅啫，可能 departure 多啲。
影咗两次，系啊，新年快乐，仲有十零日啦，应该我哋喺越南喺会安嗰边系咩嘅啊？过新年嘅。有兩星期到咗新年，應該係。好啦，係咁多啦。好啦，係咁大啦呢度。喺 Asia 都有個櫃位喺度，不過冇人嘅好似係。嗯。好，係咁大。嗱 ，Arrival Hall 真係好細嘅，餐廳冇間嘅，差唔多要。一個 Starbucks， 好啦，跟住去二樓 Departure 咧 ，Departure， 你有 Departure， 打 Run。啊！呢啲間又係類似咩咧 ？M 記嗰啲咧嚇，咦？得兩間都好近。哇！係咁大嘅咯，哇！即係點招募啊？你點解坐下要？誒，嗰啲辦理嗰啲卡喺邊度啊？喺入边啊！点解咁快办理啊？唔系，我话要知道下先啫，知道下先。啊！按摩椅成排啊！好啦，啊喺美利啊，即係沙拉越美利住咗五晚，即係前頭六日咧，今日就乘飛機去新加坡啦。啊，而家我哋喺美利機場，就趁呢段時間同我哋喺美利依六日做一個簡單嘅 review 啦，嚇，或者感想啦，嚇。休息嘅時間多過玩啦。係咁啦，嚇。嗯。多 review 到呢度啦嚇，好跟住就咩啦？我哋就陣間就要過海關，跟住就搭飛機去新加坡。嗱，新加坡依程我講先啦，係我哋整個旅程係最疲累嘅一個行程嚟嘅啦，因為喺機場過一晚嘅，其實時間唔係咁好嘅。其實 Scott 我搭 Scott Airline 佢之前咧就係個時間幾好嘅。喺後邊就褪遲咗咧，褪遲咗一啲咧，變咗係咧，去到變成九點幾咧，啱啱睇唔到嗰、那個室內嗰、那個瀑布啊，變咗係由十點至到聽日五點幾五點半啲時間咧，可以講係咁嘅行程啊。除咗睇下啲室內嗰啲景點咧，變咗係嘥咗啦。其實可以玩嘅行程就係喺六點到十二點去市區玩一玩啦，即係有五個鐘頭到啦，但係都。衝一衝去咧，玩一玩咧，新加坡冇去成，其實四十年嘅，三十九年 ，exit 又三十九年，都去成四十年嘅啦。你又睇一睇咧，嗰時都未發展濱海公園嘅，都只得個嗰個咩啊，噴水個魚尾獅啊，推出係全部保，推出係全部保嘢嘅。嗰次都唔噴水，佢話要大隻啊先噴。而家個海已經發展曬，好靚好靚嘅，好多大廈嘅啦。今次去睇一睇啦嚇。希望聽日又唔落雨啦，落雨就可能去唔到啦，又係。嗯，好啦，嗯喺度係咁先啦，遲啲再 update 下大家嘅行程啦嚇。好，拜拜。唉，喺機場候機室坐成四個鐘頭，而家四點二十分，啊，差唔多可以辦理登機。而家玩手機四個鐘頭都唔係好耐嘅。
飛機航班都是飛兩小時啊，有差唔多四小時。唔係啊，飛六點幾仲要等多兩個鐘頭咧，即係成六個鐘頭，等七個鐘頭差唔多。啊，我有講一樣嘢俾你聽啊，呢度機場咧嗰啲汽水機啊，好平噶，可樂兩個半嘅，同埋咧嗰個哥哥介紹你飲嗰只咧一百。100都係兩個半。咪飲咯。楊鐵成嗰啲一盒盒裝嗰啲飲品咧，過百。嗰度機場唔會好似第二啲地方咁咧，好貴。頭先斟水嗰度係唔使錢，有熱水、冰水飲解。冰水加熱水又温水，即係可以冰水、温水加或者熱水都可以飲解。咁抵都唔識買熱水。啊，過咗海關啦。仲有半小時才可以登機，連馬來西亞咧就獲獲新鮮嘅，上次去吉隆坡咧過咗海關之後咧，原來係冇嘢食嘅，未試過。今次美利仲怪，過了海關之後咧，水都冇嘅，嗰間冇得買，乜都冇嘅。唉，我慘啊！而家後關沙島，唉。想俾錢買都冇買，上咗飛機先飲。鬥沙口啊！今朝到而家未飲過水嘅，真係唉。嗱，或者講下啦，因為我哋咧係由美利飛去新加坡，再轉機去胡志明市啊，所以係有兩張 boarding pass 嘅。第一張就係由美利去新加坡啦，呢度嚇。跟住第二張就係咩咧？就由新加坡去胡志明市啦。中間有十幾個鐘頭嘅 layover 嘅嚇，不過時間唔係咁好啦，講過啦，就咩咯，夜晚要喺度瞓覺，聽朝至可以出動去搭車去咩啦，新加坡嗰度玩三四個鐘啦，就咁多啫嚇，個時間唔係咁好。今次又係搭 Scott 去咩啦？去新加坡。啊 ，Scott 幾好噶，有嘅。Senior 啊，有 Senior 咧就係可以 priority first。啊，我哋就搭依架飛機啦嚇，哦正！啊，上咗飛機啦，又要同馬來西亞 say goodbye 啦。正式向第三個城國家新加坡進發啦！啊，又日落時分啦！经过两小时的飞行，看到下面的陆地已经行。啊，飞机就快过了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。我出面落紧大雨嚟噶。看雨水很飛很飛，好了，準備 landing 了。那邊跟我們以前九龍城差不多而已，是啊，不過以前是北北北很緊張，現在不一樣，下面很多 O， 是啊。屋頂啊！我呢度咩嘅？呢度膠強啲。
准备三二一，放啦！好，欢迎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。啱落个机啦，而家我哋喺新加坡会逗留，理论上就19小时嘅。不过我哋今晚咧就会留喺个 transit area 里边嘅，就唔会出出边嘅。听日嘅，听日就嗰啲机场嗰啲地铁咧就好似系开唔知5:30-6:00嘅，所以我哋6:00先咩嘅。先6:00先去過關嘅，即係出去出邊咧嚇。